我要解说的是山羊。首先360白色做两个熊耳，做一个蛇耳，两个熊耳，然后做头部。260肤色两个熊耳，一个疤，两个熊耳，再做一个疤回到前面做连接，上面做一个蛇耳连接后面熊耳，再做一个脖子连接，做一个脚石，两个黑色熊耳先加好，后面再做一个石连接，这边同样。耳朵160肤色连接后面熊耳，做一对。头角160黑色做十，做一个弧度做一对。眼睛同样做一对夹在中间。尾巴260白色做一个弧度。可爱的山羊完成。